气开门。快召唤吧，我要跟惊蛰哥哥掰手腕。我也参加，我也参加。刹车，虎牛，快刹车！快躲开！没事吧？我晕了。我们快开始吧。惊蛰节到，闻雷声，震醒蛰伏越冬虫。啊！春雷响，万物长，出来吧！这次总算成功了。饿，好饿。哇！电子香肠，辣杆子烧鸡，电子火烧，平度热拌凉。还有吗？我还饿。还没吃饱，我的天，简直比年兽还能吃！我的零花钱都被惊蛰吃光了。召唤惊雷需要很多能量，所以惊蛰弟弟需要补充大量的食物。那就开始呀，召唤惊雷。还没到时间。节气是有准确时间点的。好吧，那就等等吧。有能量的感觉真棒！绵绵软软的，太好吃了！节气时间马上到了，太好了！惊蛰，快召唤惊雷吧！平度，小心点儿！看好喽！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他是不是忘记魔法了？春雷怎么念来着？来了吗？可能是我睡太久了。今年的惊蛰好奇怪啊，这雷要响不响的？惊蛰时候的雷可是最宝贵的，可别不打雷呀。惊蛰的雷宝贵？青仔，真的假的？平时叫你多看看节气知识的书，你就不听。我以后努力看好吧。快说快说。电闪雷鸣的时候，闪电能使空气中的氧气、氮气、雨水形成硝酸，并随雨水进入土壤，形成容易被农作物吸收的硝酸盐，达到给农作物补氮的效果。而惊蛰时期，正是植物开始茁壮成长，急需补充营养的时候，所以惊蛰的雷很宝贵。很科学的解释，原来古人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。平度，青仔，我想起来了。冬虽过，倒春寒，万物复苏很艰难。惊蛰节到，闻雷声，震醒蛰伏越冬虫。春雷响，万物长。惊蛰春雷响，农夫闲转忙。春雷，春雷。讨厌的乌云，别想打雷吓唬我！宝贝，击碎它，击碎它！
消失吧！快看，这年兽啊，肯定是年兽。我们回去拿蛊，我去看看。等等我们，年兽，果然是你，猎羊。麻烦的精灵，哎。看招！雪灵掌，强化！春雷降临！啊，春雷劈下，春雷花开！你在卖萌吗？老大，他这是在试密码喊口号呢，还喊错了！不许笑我金哲哥！在这儿呢。耶！再吃我一招！哥哥，冰瀑！天雷！怎么样？伤害性不大，但打断你的魔法绰绰有余。我们来了！不好，快拦住他们！以形换影！啊！天气精灵，加油！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春雷一响，惊动万物，春雷使命。啊！以形换影！总算打雷下雨了，春雷响，万物长。哦，嘿嘿，这次惊蛰精灵立功了，吃的多果然厉害。嘿嘿，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哦，惊蛰弟弟只是用光了能量睡着了，吓我一跳。你看这儿还有这儿，节气仪损坏的位置好多，先统计一下具体的损坏情况。我能帮忙寻找修复材料。轮转四季就是我心中那朵最翠绿的芽儿，大家一起加油吧。哎，观田家，桃，为阴物，微雨众会心，一雷惊蛰始，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惊蛰节气，全国各地都有一些与节气相关的有趣习俗，比如惊蛰吃梨。惊蛰时节乍暖还寒，吃梨可以使得五脏和平，增强体质。惊蛰是惊醒虫子的意思，在山东某些地区，惊蛰当天生火炉烙煎饼蒸馒头，认为炉火可以消灭害虫。而在陕西的一些地区，过惊蛰则要吃炒豆，黄豆用盐水浸泡后放在锅中爆炒，发出噼啪的声音，象征着消灭活跃的虫子。习俗说明节气与生活农事是联系紧密的，要顺应节气去行动。记得今天要多吃梨哦。